陈瑞宏经理，还有王会计师，这两个人不但是你的员工，更是你大学的同学。王会计师又跟珠宝商金有密切的来往，现在这三个人都接二连三的死了，你可以做一个解释吗？林局长过世以后，我们跟北区的人一块到他家去搜查，这里发现有人比我们还早进去。要是东西真的在那箱证物里，我们就完了，你懂吗？我跟联络人亲自确认，加特洛伊之星一进入南区分局，占上风的机会仍然很大。在他家没有找到这个追梦的一批货，他可能是交给别人。至于是不是跟简大德有关，我们现在在调查。我很想把陈先生请进来，可是江一郎还是没办法派过去。怎么样？前面还要说你呢。张开又留下什么？等待适合的风带我飞越尽头，曾经脆弱独自承受伤痛，曾经爱过以后心痛放手，人总要学会软弱，曾经活着痛着不应该在现场出现，你为什么在那儿？我被陷害了，局长。我到的时候枪在地上，陈组长已经死，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吴英雄，你应该很清楚，你所说的一切不足以支持你不在现场。你枪不在你身上，在尸体的旁边。我的枪在饭店被人偷了。在饭店被偷，你当时在干什么？你是个有经验的警官，怎么让枪轻易离开你的身体？我在铃木沙的房间过夜，早上醒来枪就不见了。初步调查，陈警官身体里面的子弹口径跟吴警官的配枪是相同的，现在正在做弹道比对，而且配枪上面除了吴警官之外没有其他人的指纹。谢谢。今天早上我们接到国际刑事局的电话，他们表示
没有派任何人来这里协助调查。这件事我承认，我有失职之处，我没有事先调查清楚雷梦莎的身份。不过你在调查期间跟你的 partner 发生情爱关系，影响你的判断能力跟你的行为能力，这一点你不能否认吧？我承认，局长，这一点我有疏失，我也会反省。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根本没有杀陈署长的动机嘛，一定是有人偷了我枪就把他杀了，这摆明是陷害我，你不觉得太久？不要碰我！局长，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把凶手抓到。你是一个很优秀的警官，我们南区分局这么多年来也一直很仰赖你。陈处长昨天来找过我，他告诉我宁局长跟我们局内很多警官勾结的秘密，他说再给他两天他就能找到足够的证据。现在呢，我很不愿意这么做，但是身为分局的长官，我却必须忍痛宣布，吴英雄，从现在开始解职接受调查，直到查明真相为止。现在证据对他很不利，检察官随时都肯起诉他，所以局长决定先让他停职接受调查。怎么回事？不过局长念在他身为警察身份，没有直接扣押他，让他先回家等候检察官的传唤。这太扯了，英雄下人呢？他刚走。是真的不错吗？你是千百人为什么接受停职？你现在走出去就代表你跟他们认错了，你知道吗？你
错在哪里啊？李可能还不是一样在我面前眼睁睁的被人家杀死？如果像一个人面前出现一个尸体就要说那个人杀的，那我们这些做什么警察？我放你跟会长走的那一天，我求求我别当警察，我连一个黑道老大我都可以放走，我这个警察还有什么原则可言？反正会长的事情是我的事吧，跟你这件事什么关系？我现在就去跟局长讲说是我逼你做的，大不了我也一起不干嘛，反正我也不喜欢这工作啊。连不上那个贱女人，我一定会把她揪出来的。是啊，雷姆莎是真的很奸诈，精心布置这个阴谋，从一开始就骗我，偷了我的枪去杀了陈组长，杀了其他证人。但其实是我自己没发觉，不是吗？是我自己傻傻的动了心。我还以为他爱我。在这么重要的时候，我居然可以忘记自己的职责是什么？局长说的一点也没有错，我已经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做这个工作了。搞什么？照料一个人怎么做事情啊？我问是苏喜安啊，苏喜，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今天这一天。一直以来，我觉得应该是你先离开南区分局吧。特洛伊之心终于拿回来了。
Troy. He probably knew he was to be replaced and switched it without anyone knowing. Since you already discovered 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CIA, I think it's very clear that he intended to take the chip from early on and intended to put it on the market for the highest bidder. Yeah. But the chip must still be in the country. I will handle Wing Chun. All our effort will be in vain if the senator is not elected president. Yes, I know. The failure of this mission is my responsibility. I will recover the chip and ensure it's brought back to the country. 陈泽天的 DNA 比对报告已经出来了。 他们两个人完全没有血缘关系。怎么会？这三年会老头为什么要保护他？这个事情，我也是觉得蛮奇怪的。不过眼前只有一个结论：陈在天他不是我们要找的人。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要从那个女人从头查起。哪个女人？白宫还问你是为恐怖分子。这件事肯定得花上一点时间。 动作要快，在八个月就选举了，越快解决敌人对我们越有利。是，我知道我会去办的。先生，一个人吗？ 来，想喝点什么？都可以。你看起来很不像会来这种地方的客人。你不认得吗？我有个朋友，他带我来过这里。我很累，想找个地方休息。 给我酒。OK。 Thank you.
该不会是我生日吧？约在这里啊，神神秘秘的。这个，我是想说，你的电脑，有装软体，然后，你的电脑为什么要装那个东西啊？你在说什么？听不懂哎。就是。好了好了好了，我问你哦，为什么你的电脑里面要装 sniffer 啊？那是什么东西啊？ sniffer 啊，监控软体啊，分局里面的每一台电脑，只要是透过网络传送的邮件或是讯息，都会自动载入到你的电脑里面。你的主机就像是监控整个分局的中央系统哎。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哎。真的不知道啊，可是你刚刚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fur 的、啊、是真的连听都没听过哎。要是我电脑有你说的那么厉害，早就把你干掉好不好，还用得着在局里每天帮大家泡茶吗？哎，你觉得我是电脑中毒啦、啊、一定是中毒了啦，走，赶快回去帮我查一下，什么了？我觉得那是好了、好了，好了，我帮你看了。我想啊，你的电脑应该是真的中毒了啦。今天早上各大媒体接获一封黑函，黑函指称强富集团的董事长简大的是毒品 Dreamer 的本地经销商。黑函中并附有一张照片，照片中清晰可见简大的正在吸食毒品。主任检察官表示，他们会深入调查黑函的真实性。议长，您真有意思。派人偷拍简大德吸毒的照片，反正 Dreamer 本来就是他个人的玩具，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借由这一次的清理，我们还可以把之前的线索都一起给剪掉，真是高明。简大德这几家伙不稳重，我早看出来了。为了防他不听话，还是要用些手段。保护你走，东西都在家里。
像简大德这么胆小的人，他真的敢自杀吗？这表示国内已经有天堂的人了，我们却不知道。照这样看，我们要加快脚步才行啊。特洛伊计划二阶段预定在九月开始签约，海参伟业已经派出接替金的人选，他预定在这两个礼拜左右就会过来拜访议长。所以只要二阶段进行的顺利，合约也就进行一半。那我想，就算是天堂，他们也不敢任意的撤换我们了。今天早上，检察官约谈情报局长和两名探员到局，说明有关情报局行贿俄罗斯及情报珠宝追查一案，情形珠宝商是内幕，上发现调查是由情报局长来行贿，而且他开始行贿的目的。不过这件行贿案件如果调查属实，我个人认为情报局的组织结构必须重新检讨。公开表示反对建军的立场，因此有政治评论家认为这次的弊案爆发，情报局的弊案是政治界的丑闻，长期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成为个人政治的武器，这是非常让人厌恶的事情。这一次能够让国会通过暂停情报局的职务，而准备成立国家安全局，这是我们法治系统一大进步。今天我特别来，是因为过去几个月南区工作同仁辛苦了，同时我也介绍国家安全局几位工作同仁给大家认识，今后他们会留住在分局协助各位办案，希望大家合作愉快。辛苦了，谢谢，辛苦，辛苦，辛苦了。年轻人，我记得你，那是一次难得的经验，我生平第一次被人用枪指着头。听说你这次立了大功劳，本局长。是，是长官。这次就是因为他破获了追母的制造工厂，然后还找着了简大德和贩毒者之间的重要线索，所以我们才能在黑函曝光之后第一时间提供检方追查的依据，进而查到简大德就是追母的幕后黑手。另外北区分局长林文琪长期掩护简大德收取贿款，也是因为这次行动一并破获。好，年轻人，这次你们分局长破格拔擢你，是吧？是，我们刚刚通过这个案子，就现在开始，他暂时代理重案组组长。好，恭喜，恭喜，恭喜，是分局长。恭喜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恭喜！吴先生你好，您说要调阅我们住客的资料跟监视器的画面，这方面恐怕不太方便哦。为什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是不是之前在电视上有报道被停职的那位警官？如果是警察要办案的话，你们应该不会不配合。当然，如果是案件跟我们饭店有关的话，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看不清楚雷木沙是把枪交给谁，不过看他个头不高，应该是个女性。只是他到底是谁，而为什么又要雷木沙帮他们来陷害？哦对了，我们查到陈组长在离开分局以前接过一通电话，只是那通电话是从公共电话里面打过来的，我们最多也只能查到这样。陈组长的死一定跟他正在查的案子有关，
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秘密，才会被灭口。兄弟，我想跟你说，你放心，我会替你找出真相，还你一个清白。现在也没有什么真相，我已经不确定了。就有这么多的线索，但是不管怎么找，只会得到更多的线索，永远找不到什么真相。这些饭局里面真的很冷清，老李要退休了，小妹要出国留学。既然你不打算回来，不如这样好了，干脆我也不要做警察。做警察这么累，何必呢？我可以去投靠我的黑道老爸。你放心，在我加入黑社会以前，我会先替你帮你找出真相。毕竟你也曾经救过一命，不是吗？妈，妈，我回来了。回来啦，来。刚好赶上吃饭，里面还有个汤。好。妈，我来帮忙。嗯。还是妈做菜好吃。你一个人在外面都不好好吃饭，你看你，都瘦了，连胡子都留起来了。妈，还好吗？多吃一点。来，妈，啊，这样。嗯，来多吃点肉。好啊，好。你也吃吗？嗯。新的事，我再回来告诉你。英雄，来，你爱喝的绿豆汤。谢妈。我想，我应该很快就会去找你爸了。妈，上星期我去做过切片。情况不是很乐观，我心里已经有准备。妈，你不要这样说好吗？英雄，
我一直觉得我很幸运，有你陪伴我们。我觉得你是老天赐给我的礼物，弥补我的遗憾。嗯，是时候，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这是什么？你妈妈的东西。我曾无赖遮掩谎言，从前我才告别。是时候，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这是什么？你妈妈的东西。你是别人送给我跟你爸爸的。妈，你没开玩笑。我不能生育，确实是我们收养的。我不知道你父亲是谁，是你妈带你过来的。那天他跟你爸爸谈了很久，说他是平山人，已经离家好几年了。那一年你才刚满2岁，我从来没有看过像她这么漂亮又有气质的女孩，说话声音啊细细柔柔的，可是她一直在哭，说她有不得已的理由，其他的怎么问她都不说了。我看他很年轻，可能是未婚生子，家里不允许。我看他哭得这么伤心，连我都心疼了。后来他临走前告诉我说，如果有一天一定要让你知道事情的真相时候，一定要让你知道他是非常非常爱你的，你不是被他遗弃的，他怎么做都是为你好。他说你父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不希望别人找到你，要你特别要小心，尤其是平山的黑社会。现在人在哪？他们有来看过我吗？在你10岁那年，你妈有来过，可是她不愿意进来，只在巷子口远远地看着你，看了好久。她说她对不起你，她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临走之前他给我这包东西，没多久他就去世了。你妈她说她最喜欢莲花了，你看那手帕上面的莲花是她自己亲自绣的，手多巧，就像她人一样，又素雅又漂亮。
陈世科，今天验尸报告已经出来了，你要亲自过来拿吗？好，过去拿。还有，我先告诉你一件事，因为这种吸食 Dreamer 的案例很特殊，所以我们有用 CT 扫描基因的尸体，结果我们在他的口腔内侧发现异物。那是什么？一个藏在假牙里的方块体，好像是一个晶片。乡务工程部，我是南区分局的监视官。是，谢谢。你没事吧？我听说你被停职了。犯了错，就应该要付出代价。这不公平啊！一定是有人要陷害你，我已经跟痞子说过了，国防部跟下课警戒线根本就不可能这样轻易放过你们。我爸也是这样，老师不跟我说他在面对的到底是什么。不过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了，就在这个城市里面，那些自称是好人的人。我想问你一件事，森林会的标志是一朵莲花，这是你爸自己定的？对啊。为什么？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其实我也是后来听我妈讲才知道的，在我爸心里一直有一个他忘不了的女人，他们是一起在家乡长大的，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不见了。不过这些都是发生在我爸跟我妈结婚之前的事了。我只知道他最喜欢的花是莲花，家里面那一只白莲花也是因为他的缘故。他跟我爸之间发生过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像沉在天里。你爸他到底是哪里人？平山呢？怎么了吗？知道很多你不清楚的事情，我都知道。你到底替谁做事？国防部吗？请我替我姐做事，现在我帮我自己。在哪里？
告诉小马，我有卑贱你不可的理由。他考虑以后才告诉我你在这里。你大可以放心，我已经不是警察，我来只想问你一件事情。Perfect.